突然喉咙里啊，痰多，又来了一个脓啊，第三个脓出现了啊，在南通那边，第三个脓出现了，第三个脓出现了，第三个脓出现了，我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们，为什么你们，来了那么多啊？他说那个，三峡大坝底下已经通了啊，三峡大坝底下。底下已经通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，沿着那个，大坝下面的，洞的那个缺口，开通的缺口啊，从那边就游过来了，转过来了，本来是不通的啊，现在就发现下面通了，通了就游过来了啊，通了就游过来了啊，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嘛，现在下面。先下面漏水啊，通过这个方式先放掉一部分，然后那个落差减少，也就是说下面开了洞了啊，开了洞以后，龙啊就渗到那个洞啊开口里边就下来了啊，第三个龙啊是这么回事，好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